大家好，我是李元明，西半山豪宅组西摩道分行的兼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惠城道六号惠城阁。單位就帶大家參觀到依度為止。咁至於依一個單位咧，雖然佢户型唔係好大，但係佢亦都提供咗兩房嘅設計，再加上佢個積嗰方面咧，大家之前參觀咧都係冇走廊嘅，所以對於一啲咧想住半山嘅客人，而預算嗰方面咧唔想攞咁多錢出嚟咧。依、这個單位咧，亦都係佢上車之列嘅首選嘅。咁所以，如果想知道價錢，又或者想查詢進一步嘅資料，可以隨時打電話俾我，或者 PM 我 Kim 五，多謝。